我刚以为他一直叫我按呢、欸。省电模式、欸，好 ，Let's go。现在他那个游戏的声音有点怪怪，因为我的那个，他说我的声音晶片受损。不知道他这个怎么推的，我之前我都慢慢移动这样子，然后他不行，他要快一点这样子，也不知道哎，我都是这样用的，不然他怎么摇啊都没有反应。这么好，一下就找到两只脚了。左边那个一直看我，我等一下去跟他互动看看。可能是方便维修吧，比较好保养啊，所以可以找到相同型号这样。我来跟他互动一下，来，哎，不行吗？想我在捡垃圾的时候啊，会不会有别的人来抢我零件？万一我受伤，我可能会死亡啊！我玩的是高手模式，还小心一点啊！哎，刚不是有个在敲的吗？都不见了，是这个吗？
呀，刚刚那个是眼睛不相容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刚互动的那个人可以动吗？我现在眼睛正常了吗？我再扫描一次。对对对，你看那个框框又出现了，走啊！之前只有康纳有而已，现在他也有了，这有问题哦。哎，有一个人呢，没错没错，不能去拔他吗？呀，为什么都不能扫描啊？就奇怪了，是吧？跟康纳的功能不一样吗？时间到了都不按会发生什么事啊？欸，对啊，我是觉得好像有一些解锁点，就是你不要按会发生什么事。扫描一下它好了。哦，这里啊，这里。怎么可能？我的眼睛修好了，功能就这样。好吧，先往前走好了。这里有一个站着的人，you
为什么刚刚就没有看到呢？哎，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？还是有时候就这样只是看看而已。等一下，你拔别人的会死，你的不会死哦。那个拔掉不就死掉了吗？那是网络功能是不是？这样你以后就不能连线付款了呢？他为什么要拔掉这个呢？
那个到底是干嘛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什么叫做自己爬出来22%啊？这么多人不讲给他痛快哦，对吧？等等，这上面是什么？上面那个就是叫我不要拔嘛，然后我就说我那就不要拔，放手嘛。下面那个是想死嘛？哦，40%让他那个，60%让他活下来。